伊去真教会受聘做因的传道。初去牧会，伊真紧张，所以伊用真济时间，用一几礼拜时间备办伊头一篇讲章，叫做《五块饼两尾鱼的神迹》。啊，总是因为伤紧张，所以伊讲一句唔对，伊讲耶稣用五千块饼、两千尾鱼，予五个人食饱。虽然有这个小小的错误吼，我都要小可顶打，总是真侪人受感动。所以礼拜三，伊就去问一个真资深的长老，讲长老啊，我今日安尼讲的吼，唔知道倒位爱去改进，除了我讲唔对以外，有啥物爱改进的无？这个长老用鼻腔甲讲，用五千块饼、两千尾鱼饲五个人，免耶稣，我家己嘛会使。所以这个少年的团队真八百。伊想讲，我是毋是无适合来做一个传教者？等于甲牧师讲，就开始要劝别个，我想要离开。啊，总是咧想想，搁放下，搁劝者，啊，搁放下。落尾，伊讲我伫倒位跋倒倒，啊，伫倒位爬起来。所以隔礼拜，伊又愿用同一篇五块饼两尾鱼的神迹来做讲道篇。即届伊真细致，无讲唔对，耶稣用五块饼两尾鱼，予五千个人食饱。虽然是第二届，总是嘛，侪人受到感动。所以，伊礼拜煞阁问这个张乐，讲：“哎，张乐啊，这个应该是没问题，拢扑啦扑啦啦吼。哦”这张乐阁赶快用平讲甲讲：“哼，我只要甲顶礼拜食剩呢，这礼拜有缘有通红食吧。”但是怎卖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，我相信是大家非常熟的一个故事。五块饼两尾鱼这个 logo 嘛，真做基督教真重要一个 logo。吼，咱去迄个 Google search 一下吼 ，Google 搜寻一下，哎，五块饼两尾鱼有餐厅，有五块饼两尾鱼涮涮锅，有五块饼两尾鱼的 brunch， 吼，伫中和遐尔，哦，我捌去遐食过。啊，佮有五块饼两尾鱼的迄个啥，那个披萨薄饼，伫迄个永安市场迄个所在，吼。啊，佮有屏东有五块饼两尾鱼的民宿。高雄有五块饼两尾鱼的幼儿园，可能想讲吼，安尼迄个囡仔入去了后会变作侪出来安尼。啊，佮有五块饼两尾鱼的书店伫安平，伫台南安平迄个所在。所以会当讲，咱若问讲，在迄个伫基督教中间识别度第一名的神迹是对一个，我相信80%拢会讲是五饼二鱼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。这个神迹也是耶稣所行神迹中间唯一在四福音书，他不喜欢我的样子哦。Hello， 唯一在四福音书拢有记载的，在马太福音书第十四章、马可福音书第六章、路加第九章、约翰福音书第六章。咱知影前三本福音书叫做共卷福音。一般来讲，那无就是记载伫三本福音书，那无就是记载伫约翰福音，会伫四福音书拢记载。那无就是这个事件介重要，那无就是这个事件是真实的。这个代志，这个神迹是发生伫搬过节了后。咱知影搬过节是以色列人的新年，吼、哦，因的新年唔是像咱共款，咱是正月，因是伫搬过节。就差不多伫三四月迄个所在，迄个时阵犹太人差不多要受浸啊，因为佮四十天，佮五十天，就是五旬节，就是因的收割节，所以迄个时阵佮过五十天就要收割，因就唔免佮迄个蛇草，唔免伫遐掠虫啊，所以因有真侪时间，收割时还袂到，当耶稣过加利利海，圣经记载伊过加利利海，看过佮听过耶稣的人规大阵。咱知耶稣伫这个新约时阵，已经伫世间工作两冬啊，所以下当讲是顶杠有名声，下杠有出名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真侪人听到耶稣，哇！耶稣来下当讲故事，耶稣来下当行新约，耶稣来下当发发真趣味的物件，所以啊，大家都无代志做嘛，唔免个烧草，唔免个种植，所以大家就对你来，所以围围规大堆，第一身躯边。约翰福音无记载讲，这个人对耶稣在创什么？总是前三本福音书有讲，
马太福音，伊就讲耶稣看到济济人，就怜悯因，医好因的病人。马克福音书记载，讲耶稣看到遮的人，那亲像羊无牧者，伊的心真啊嘞真怜悯，所以就开嘴甲因教示。路加福音记载讲耶稣佫开嘴教示，佫甲伊医病。比较前三本福音书无同款的内容，约翰福音甲其他三本上大无同款，是伊强调人对这个事了后的反应。咱伫约翰福音书记载中间会当看到一个问题，甲三款的回答。耶稣看到济济人群对伊，下晡时要食饭的时间到啊。台湾人拢讲啊，食饱未？耶稣嘛安尼问，饼伫倒位？要食饭啊嘛？饼伫倒位？这个问题哦，饼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发出了后，学生哦，学生伊就回答讲，讲饼伫用钱买会到所在，就是二十两银的饼。来叫二十两银，辛苦的讲二十两银尔，用二十两银的饼买，互因大人食一点也无够。安尼想讲，安尼想好啦。迄、那个饼吼，差不多二十两银，差不多即卖偌济钱？大家知？二十两银，咱来讲一千银，差不多偌济？这无人咧开金仔店吼。一钱十分吼，啊，一钱差不多几偌济银哦，一钱差不多偌济钱。好啦，咱来讲好啦，一两银差不多算一千块好啦，唔是金仔吼，金仔唔是安尼尔，啊，二十两银咧，两万块会当买偌济饼？咱卖讲饼，咱用胖小胖吼，咱用吐司，一条吐司 Costco 偌济？吼，35块对不对？吼，即马较贵是37块，啊，一条吐司几块？差不多40块无？啊是20块？好，20块好，20块会当几人食饱？我差不多要食4块吐司，才有食饭感觉，吼，有吃饭的感觉，吼。啊，那安尼一条吐司才5个人食饱对不对？那安尼5000个人爱几条吐司？1000条吐司，1条37块，1000条要偌济？37000，所以2万块要给5000个人食饱，有够无？没有，无够。然后呢，佫有一个学生讲，有一个囡仔手头有饼。这个学生的回答比头前一个佫较不切实际，因为这个囡仔手头甚物有偌济饼？5块饼。因为迄个囡仔有干了5块饼，2尾是拄拄好，予这个囡仔一顿饭食饱，无可能满足5000个人的需要。所以这个囡仔应该是听到耶稣在问讲饼在哪里，饼伫倒位，伊就想讲，我的脚板底有饼，我有，一手就举起来，我有，然后将这个饼交予学生。咱先来了解以色列人因咧食饼是做啥款哦？以色列人咧食饼就亲像咱今日食饭同款。哦，因的饼有两款，一个叫做大饼，吼、哦，就亲像伫迄个古亭站吼，迄、哦那个古亭国小边啊有一个山东大饼，有无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饼比伊较大一丝丝，吼、哦，啊，差不多20公分的高，厚度这么厚，啊，用迄、那、因、個、是用迄个啥铁锅吼，这个背面来去烘，烘一块饼差不多要20分钟到半点钟，喏、哦，啊，这个烘啊切切哒哒，然后甲切切了后，放卡邦啊底，会当互因过空夜时阵，通我食干粮。另外一种就是细细的饼，就亲像车轮饼，比车轮饼大一点点，比车轮的饼较大一丝丝啦。哦，啊，这个饼5块多好，一个囡仔食饱。圣经记载，这个饼是用什么做？用小麦还是大麦？大麦饼还是小麦饼？大麦饼啊，大麦饼甲小麦饼对一个较贵，小麦甲大麦较对较贵，小麦嘛。所以这个囡仔有钱无？所以因的两块，因的5块饼，因的两尾鱼应该不是红干赤赤章会当做土，会当做迄个沙西米种，应该是像迄个生了迄个啥，迄个发育不完全的啥无锅鱼，那无就是秋刀鱼啊呢，啊，因那打迄个咸咸啊呢，都可以配饭。
会当讲是真卑微的假释，对不对？总是就是这个卑微的假释，经过耶稣的手传出去啊。结果大家有吃饱无？有，拢有吃饱，啊，佫剩偌济？剩12斤。哦，当群众吃饱，当遐囡遐人拢吃饱了后，因舍不得讲哦。这真正是要来做神的，用这个话来回应耶稣拼在哪里这个问句，这个回答应该是啥？拼在有能力的人的手下。来，这个问题拼在哪里？学生回答拼在钱买到的所在 ，But we have not enough money。囡仔回答我有。正人回答拼在有能力的人的手。学生的回答是根据现实，囡仔的回答是根据单纯，群众的回答是根据经验。学生、囡仔、甲群众，伊表明了三款甲主关系的类型。学生就亲像老的基督徒同款，囡仔就是肯为着主摆上，互主使用的人。群众呢，就是一款想要利用耶稣的人。那我基督徒的信仰有甚么款的危机？伊的危机就是用理智的思考，慢慢较赢过信心的瓦壳。对主的工作会用人的方式来去衡量。所以当有代志，那个教会有事工的时阵，当教会有要做甚么款的代志时阵，会先想讲我的钱有够无？我的人才有够无？啊，我的时间有没有啊？结果呢？衡量再三，想介济，衡量介济，拍了评估了后，歹势，阮做袂到，所以这里属讲卖做。虽望伊会出幽怨，伊可能是教会内底信主真久的人，伊虽望讲幽怨用嘴会讲啊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我信靠你，总是伫问题来的时阵，伊袂当完全的沟通。这就是一个老的基督徒信用的危机。想要利用主的人呢，伊真快互好处吸引。当因食到一寡甜的时阵，食过一个好处的时阵，想要得到搁较济，总是伊若想到讲伊得袂到，换一间教会去做礼拜，那无咧换一个迄个生命来去拜。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故事中间，大家真熟悉的故事中间，牧师有三项，毋忘大家做伙来去思考。第一，上帝的心意需要咱的同工。我无伫教会咧做，无伫教会咧牧会。虽望我伫教会大汉，我徛起个教会，包括差不多八间教会、家人教会啊，迄个万兴教会、牧风教会、南崁教会啊，我徛起过七八间教会。我发现台湾的基督徒有一块真的很凶，很凶。我要找一间教会参加，我先问看下咧，一间教会离阮家有远无？交通方不方便？交通有方便有利便无？礼拜堂大间无？有冷气无？哈、哦、啊，是新的还是旧的？啊，有偌济人聚会？啊，内底好嘅人有济无？啊，讲道是大牧师还是小团队？啊，讲道讲得好无？会互笑开无？哦，哎、欸，会让人笑一下不？有幽默感不？诗班怎样？哎、欸，我们的诗班不错。吼、哦，那你诗班唱了会红起音。然后嘞，从这物件你扯出来了，打勾打勾打勾，评分80分。然后一卡打入面，我开始来做礼拜，我开始来享受教会。你会亲爱的心怀，教会不是叫咱去享受的。教会是爱咱做伙来祈祷的，咱的教会是不是有缘同款期待上帝啊？求你将五块饼两尾鱼变出来，我的教会嘴大腰嘴大，我需要你的神迹。说明你讲我的喊话时阵，我的手头搁压着啦，搁揢着了五块饼两尾鱼，我的手上紧紧握着五柄鳄鱼。兄弟姊妹，你有想过无？今仔日若是教会要成长5000人，上帝讲我要甲5000人交予咱教会，请问咱有五块饼两尾鱼，会当来满足这5000人的需要无？耶稣是不是会当对咱的手来传出五块饼两尾鱼？
这个神迹会当完成，是因为哪？头一步是甚物人先把物件摕出来？囡仔呢？囡仔若无把这个五块饼两尾鱼摕出来，这个传送两千年的这个神迹无法度来完成呢？这个囡仔无先去精打细算了后，无去想讲啊，这物件是事实上无够啦。伊无这个精打细算，伊将物件直接交予学生。当伊听到耶稣的饼伫倒位这个问句的时阵，伊看到济济人伫咧仰不倒的时阵，伊就知影这就是一个会当食五块饼两尾鱼对脚板啊挤出来的时间。这个囡仔真单纯，白相的，真做主所重用的。亲爱的姊妹，请问咱有啥物物件会当为着主来白相无？什么都可以，啥物拢会使。伫啥物时阵来去做？就是当需要的时阵，当我看到伫主感动的时阵，当白相的机会也未失去进程。咱是毋是常常有这个感觉？当我来做，我要来做礼拜的时阵，心内底有一个感动，我是不是应该打一个电话给阮阿嫂？我应该打一个电话给阮同学，叫伊来礼拜。我要来团体聚会时阵，我是不是打一个电话？还是讲我去这个厝边隔壁，还叫说，今仔日你有时间无来？咱这位来去教会，是不是有时候有这么小小的感动？是不是当咱在坐捷运的时阵，边啊，有人起来，看到伊可能需要坐位，我是不是有点感动？我应该起来，让伊坐，然后来找一个机会问伊讲，是不是捌听过耶稣？总是常常咱拢将这个感动扼杀在思想里面，我干那想的尔，无去做动作。迄个上帝感动，我无将伊显出来，遐个心内。最最感动，若是咱会当实现，迄个物件叫啥？恁知无？迄叫做上帝国。咱常常会讲啊，迄无欠我一个啦，啊，无可能啦，我也无迄款的文书啦，我无当真吼，我若想者先会去用笑啦。然后就常常伫危险中间，迄上帝稳定受伤心。第二，咱的信心应该亲像囡仔，单纯的拜上。安尼先卖。咱拄啊有用主祷文来祈祷，对不对？来，主祷文的头一句是什么？来，再一次，我听不清楚。万地天，请问你咧讲这句话时阵，你的心内底感受什么？有没有温暖的感觉？有迄款老爸在甲阮疼，老爸甲阮呵护，迄款的感动也无？有老爸老母照顾囡仔。将来唔免烦恼，下一顿无饭通食。即卖老爸老母是烦恼，囡仔无爱食，对不对？咱请上帝做天父，爱有相称的信心，爱有迄款的信心。因为这个天顶的老爸充满疼，伊疼你，疼我，就亲像五块饼两尾鱼献出来，迄个囡仔同款，伊无烦恼讲这个物件摕出来了后会枵不倒。真正为了主摆上的人，上帝袂叫伊食亏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讲伫美国的中部吼，那在美国的中部吼，气候比较干燥，常常规年冬天无落几下雨。有一个小镇，就差不多要一冬无落雨。迄大家，迄内底迄个镇长都是烦恼的，讲哇，那个无落雨嘞吼，大家可能无水通食，可能到时会嘴打死。伊就去找迄个小镇唯一的礼拜堂的牧师，讲牧师。我们是不是一起来祷告祈雨啊？这位祈祷来求上帝落雨啊！牧师讲好啊，无啦，大家这位来。迄个礼拜日，大家拢总来到教会，然后大家开始迫切吼，大声祈祷：上帝啊，求你落雨啊！上帝啊，我这边吹打，这边吹打死啊！上帝啊，求你听堂，我好在祈祷的时阵，砰砰砰，哇，雷公死呐！真正落雨，哗哗叫。所以大家在祈祷，讲哇，上帝落雨，上帝落雨，开始在流目屎。你知道是安怎无？无人扎雨伞，因求上帝落雨，总是因无相信上帝真正会落雨。这个时阵，就看着一个小女生，对伊的座位下面放一支小花伞，然后牵小弟咱两人。最近拿到一支小雨伞，安尼出出去。兄弟姊妹，阮爸爸嘛是牧师，我记得上清楚，伊一句四句人，
伊这四句连带讲到台湾人的信心，台湾基督徒的信心，叫做基督还基督，欢乐还欢乐，欢乐就来基督，基督了继续欢乐。哎，请问咱基督徒有信心无？有没有？有，有，我们都有信心。总是的，迄款的信心叫做计算过的信心。计算过的信心，什么叫做计算过的信心？就是我相信某一个代志，某一个代志会成就，是因为伊有真济条件。当这条件拢会当配合了后，那无意外，这个代志就会有这款的结果。就亲像讲，吼、哦，这学期到六月份的时阵，我电话熊熊啊，我会赖啦，熊熊，我的学生都打赖给我，老师，我的分数几分啦、啊？老师，你要不要当掉我啊？说你不要问我，起初你就决定了你的成绩。好，你如果是细改无故缺席，很抱歉，我就不给学分了。所以我伫开始学期开始的时阵，拢甲学生拼了好势，好，出席率要多少，作业要安怎交，所以因拢唔免烦恼。就算讲老师说老师今年不当人，你们信不信？信，为什么？只要照这个老师的游戏规则，他们就不会被当掉。这个叫做计算过，水梦还没当嘛，对不对？期末还没到，总是因相信，因照因的表现，因一定会当过关。遐你嘛，这个信心就叫做计算过的信心。咁这咁真正叫做信心，这个信心吼、哦，免基督徒啦，不教徒嘛有，道教徒嘛有，甚至无相信上帝存在人，因有关有信心。遐你姊妹。阿伯拉罕伊的信心是安怎让上帝欢喜？是因为无人伫85岁个人生囝，迄是甲生理的事实完全违背。摩西因妈妈的信心让上帝欢喜，是因为决心决定要甲法老来对抗，迄是无胜算的。摩西会当带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是因为伊有敢让水分开的信心，迄是违反经验的。耶稣讲。既然要承受上帝国，若无亲像囡仔，断断袂当入去。犹如会服阻挡咱的服侍佮奉献，是不是少一个？哦，考虑伤济，反倒会失去佮上帝同工的机会。第三，莫予信息停留伫咱的手。伫这个信息中间有一个动作有无？囡仔将伊对卡芒阿弟将伊的五块饼两块鱼摕出，交予虾米人？交予学生，学生不多要，我可以把它吃掉吗？无，伊呐，伊交予耶稣，耶稣接受了后，然后咧，佮传予学生，学生佮分予遐众人，可能有真侪人斗相共分，到落尾，食到落尾，佮用迄个十只个囝仔无？用囝仔，大家去传，大家拿手里物件下落。所以在这个信仰中间有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是什么 ？Pass over， 传有无？饼的传，轻的传。圣经记载，耶稣摕这五块饼，天祝谢，摕学生，学生又摕予众人。那你知吗？这代表讲咱的教会每一个人拢爱参与着属灵养殖的工作，将稳定传落去。今仔日咱身躯顶有上帝真济恩赐，毋是要予咱。唱伫厝内底，是为着要让这个温素成做正人的祝福，对不对？咱的温素要成做正人的祝福，可能我讲我家己无讲较介敖，我所有的无足轻重，总是只要咱愿意摆上咱所有的，无论多啊少，上帝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成就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咱的分享要成做上帝保守。祝福咱的厝边隔壁、咱的朋友、咱的同工、咱的同事，所有管道。当咱愿意为着上帝摆上时阵，伊要拍开祝福的门，予咱身躯边的人拢得到稳定佮灵命。我真爱一首诗歌，叫做《Thank You》。我可能在座有一挂人捌听过这首诗歌，我大概听大概流目屎。伊的歌词讲到，有一个人上天堂，有真侪无熟悉人对伊讲谢谢，对伊讲感谢。每一个生命拢予伊所影响，虽望伊唔知。
咱做伙来欣赏这首歌。
爱咱将遮个传出去。我想咱所做一挂小小的动作，无咧看，咱家己拢已经袂记哩。总是对侪侪人来讲，是改变因一生的代志。咱来回想看卖啊咧，在咱的生命中间，是不是有真侪人，咱爱问伊说 ，Thank you。我相信各位，你嘛愿望以后上天堂，就亲像这首歌所讲的同款，会有侪侪人甲恁讲 Thank you。今天我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为着就是文字传达时间，就是为着我们广播社台湾教会广播的时间来奉献。就像我们这首歌所说的，我们奉献下去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奉献会有什么样的功效。没得看，就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，在想象不到的地方，有人看到教会广播里面一篇文章，他得到救。有可能在华人的地方，在国外，他们收到台湾教会广播，那些华人看到教会广播里面的消息，他们做伙来去关心某一个事工，就有人来得到救。弟兄姊妹，发生在加利利海边的这个事，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试。这个考试只有一个人及格，什么人？就是那个小朋友，就是那个囡仔。伊无管伊将饼甲鱼揢出了后，会发生甚物款的事？学生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因有迄个方案，总是引起评估了后，发现无乐观，伊无采取行动。群众伊经历过啊，耶稣解决我的问题，总是伊毋是用熟人眼光，伊是用熟世眼光，结果主离开引起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会当用囡仔。单纯的目睭来看上帝工作，唔通想过精打细算来失去信心，嘛唔通干那顾家己来失去经历上帝机会。固定教会是一个受祝福的教会，固定教会内底所有兄弟姊妹拢是受祝福上帝大大恩赐的兄弟姊妹，咱有真大能力会当帮助遐个咱想象未到，可能因需要咱帮助。透过文字事工的关心和带动，咱会当让侪侪人有更加侪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。咱三个来祈祷。